That, done that.不是肯定能调，中高杆、蹬杆啊，发点力还能调，撞到红球就麻烦了。哎，小低杆。嗯，他还中袋是多半由得打。我们看黑球的左上方啊，这里有三个球也是可以打的。嗯，没问题，黑球继续中。连续进攻啊，但是这种小位，对于职业选手来说，走到这种。啊，你看这一杆单杆上来，现在就是外围球多。找了，再来 K。三是147，很多位置啊走得很细，很简单，啊，编排的合理。虽然是超分了，也是打了71，就感觉稍显复杂，可以留到后面来做斯诺克。嗯，球旁边的是最容易。你再打一个粉球，就变成又是，哎，红球打进，确定是热身。你不管平时怎么样练，赛前怎么样练，但是你到了赛场之后，感觉还是会不一样。会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下，对手虽然超分很多了，上来再打一打，找一下手感。你一杆打完就属于你打了80多杆，那就不算是热身了。赛色是6-2战胜了胡老师，这是双方的第三次交手。面来防，要从右侧边库和中间的红球缝隙穿回去，撞到了红球。这就是篮球向下，就漂亮。我们看这个角度，上来再来过渡，来往这个这里面来走。低杆不够，没有走过来。我这要再强一点低杆才能过来。这边还给挖个坑。差一点。低杆右塞，
开，旁边的红球有危险，要打得非常薄才行。哇，直接没有薄到，还是加了右塞，又厚了。这几杆防守都搞得很难受，很靠右了。漂亮，这是保持了全胜的战绩。对何老师的比赛，从来没有输过。这次霍老师的态度可以看出，防得好啊！还想加赛跑，霍老师加了一个左赛，继续十字回敲。啊不，一次是4-1，一次是6-2。中长局了，哦，可以直接获得2年职业资格，啊，目前应该就是排在100多位，等于说刚回来打职业赛嘛，积分都是零的。漂亮，最包边。这也没事儿，最包边来防。你只能说推到那个袋口的附近。这，胡老师主动的打出来一颗。没有打进。还是看不清楚。哦，这个角度我们看黑球旁边的是有下，黑球旁边的有下，那么如果还是有机会的。首先要留出粉球的角度来啊！有点多啊，没问题，上面黄球也可以打，这是一面明朗了很多。右侧袋口有两颗，左边这几颗上面的有没有下？如果是有下，就可以，这杆左菜过头，打多一点低杆可以回到力球后面。这还是稳稳的先防一下，并没有想去做斯诺克的念头。
这边有戏，咖啡后面，看，直接加右塞来接，有。低杆 K 球叫黑球，K 后了。都可以把这块解开。就只要黑球这里，就跟那，打一个站点，推进，弹起来。后了，Elliot Slessor. 26。30 yards. 哟，这边还想再抢救一下，直接绿球没打到，自由球。四杆斯诺克，过分了啊！还要起身吗？42，25，差17分，五杆斯诺克了。这没必要啊，这在打心态吗？想把霍老师打得冒火。王老师这边也是想了半天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来继续观看第三盘的比赛，又回不来，所以身体防守要更保险。控好红球的位置就可以，就红球能够停到对手不好打，对手防呢好防没关系。绝对不能有这种啊！越是不想漏，这边还真的是漏了一个进攻的机会。好球，可以连攻带守，这穿回来线路很细腻啊。中低杆带点左塞，往绿球后面，偏左的位置来停。主要是挡住红球右侧的防守线路，整个上方的完蛋，
这力量有点轻啊。放松的没？嗯，打到这个位置啊，力还是小啊。是合理的，是没有断。这谁想出来的？我都是第一次遇到。我在看球，我这个是职业长台低杆，哇，太准了！低杆拉回来，咖啡有没有的打？有的打，直接高杆。嗯，没有推进。那位说是我。我想一想，我觉得是应该算的，但是你不上手，看能不能把这局解开。退一库叫黑，这个裁判说的算，总有这种权威的人士嘛。小灯杆 K 一下，这里应该是没问题了，进入了火箭的节奏，速度起来了，可以高杆两库。小低杆打，76 on the front. 好的，朋友们，欢迎回来继续观看比赛。何老师，0-1落后的情况下，连赢。这看一下，这就是传后，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彩球继续打。哎，这就是15颗红球还在的情况下，现在已经是得了，打到152。中高杆一库，走多了一点。退一库，向上。哦，顶到2颗。哇，可惜了，我还在这里期待创造历史呢。真的，搞不好要漏。哎呀！跑回去啊！啊，球可以不进，但是白球要回去。选择叫边库的，用。没有 K 球。带薄一点出去，中带。
漂亮。底杆推进。啊，发一点力下来。应该没问题，减速交粉球也可以推一库交粉球，那这还带了一点塞。56应该是超分了。我收到的这个比分表还是比较奇怪啊，晚上的九点和凌晨的三点。上一盘拼一颗直接漏机会。跑进 K 一下。高杆一库。看右侧的。稳住。我们能赢。篮球向下的角度。哎，左边这个带口的都是还是要再调一杆。正上方这一颗，这里有下的话还是可以交位。带开带右塞，黑球做到，整个局面打。哎，这中间也有过渡球。两次，目前的比分情况。格雷斯对克雷吉是打成3-3平，这应该是上一场的比赛还没有打完啊。严敏涛是2-0领先奈吉尔邦德。56小低杆交中带。喝水声大。黄老师能不能？位置 ，K 一下，这里想 K 吗？还是单叫，高杆一库，这力度，守摆位。哎呀，97差一点，可惜没有。